欲行所谓的尽头之行，就是让你吹龙吗？不是，就是你。看来你无法完成任务，因为你无能力吹伊的性命。由现在起，这桩任务由我接手。也进步，我先杀掉皇家之路平定数位人。不过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：你杀掉皇家之路平定人，要有千日心，这里一当手就行必杀。要是就只有这样。因为吹气的人只有要存心敬重你自己的气息。事情不妙了，心情转移，则如死了。啊！在几次，钟情听水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林元芬爱你先离开江漂风头，但此事解决之后再回来，免得争夺自家互相战散。我不法离开，心得情操是我家乡。我不能替你放弃，再是一计要躲避，不如在此等重细讲，将事情当面讲清楚。无办法，既然你坚持，那病情要留下，心情你不能留下，你必须替我办一件真重要之事。胡说呢，无论如何你定要将武术论带到此地，我有非常重要之事要催。但是伊已经精神失常了，我明白。但无论怎样，我一定爱见伊。好吧，我设法就是如还圣经。武术论我有。目前我只能托付你了。泽如呢？在遐，在遐，我看到吼，泽如都在遐，伊盘势过来，因为论辈分，伊也无够资格甲咱讲话。是泽如不是？从细者，即马泽如的处境真危险，咱欺骗官府人。一定马上会被识破，官府人绝对会去找泽如啊！我想带到夜幕天秘一阵嘛，以免拖累你。等这件事情摆平，恁师徒再相会吧。嗯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泽如既然不死，现在我也无所顾忌，可以官府人正面一个人。是的，水过何事？是的，为何？因为是你妒忌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武士论所讲的自己人，就是吉利烈士教。不是。要是这时间提升公家记录不休，一定成功吗？一边之间，今天提出这位印尼金库吗？心中情愁又来了不速之气，
你要找人未来路。我要进，替你龙头一动。你如今顶不住气了，现在你所面对心能一人一浪两浪无什么逃避。此刻此刻此刻，今天就我贵兵的心理们究竟是来自哪些组织，为何针对雷魂呢？我将为雷魂之根又暗中着什么秘密？这场暗夜之战最后又是如何呢？到底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故事戏《霹雳公道之重生公瑾》第25集。You're so...